大家好，我是睿光老师，接下来跟大家预报11月20号礼拜五各星座的运势哦。运气特别好的三个星座呢，第一个是巨蟹座，有长辈有主管啊照顾你支持你哦，很多事情都能够顺心如意。第二个呢是牡羊座，有一些贵人呢在暗地帮助你，你也不知道是谁，工作事业能够进展顺利。第三个呢是摩羯座，今天呢你会很温柔的去关怀你身边所有的人哦，人际关系很好，受人欢迎。特别要注意的两个星座啊，第一个是天蝎座，跟身边的人呢有一点点沟通不良，让你有点焦虑，有点担心。第二个呢是双鱼座，不要再胡思乱想啦，胡思乱想然后没有注意力，让你有点手忙脚乱。在幸运颜色以及数字的部分呢，风象星座朋友是粉绿色，数字是5；火象星座朋友呢是白色，数字是4；水象星座朋友是蓝色，数字是2；土象星座朋友呢是淡蓝色，数字是6。